哎，这招怎么没用呢？苦肉计，尝尝，尝尝，哎呀！地好滑，蓉蓉摔倒了。姑姑，若没什么事的话，赶紧上船休息吧，不要耽误了和亲大事。怎么这招也没奏效啊？没事，我还有34计，慢慢来。大法碗，注意点。有病吧？清单给我。姑姑想要清单，欲与何为啊？我自己的嫁妆，我自己当然要清楚。姑姑是想要清单，引端木白上钩吧？侄儿谨记姑姑教诲，要心系天楚和百姓，这种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便好了啊。哎呀，怎么还生气？哎呦，秦尚城，不是说放下儿女私情吗？你耍什么流氓？我只是要睡觉了而已，姑姑一块儿啊。书中有说过，夫妻交锋中若是陷入了下风，要学会反客为主，将局面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好呀。原来娘子贪图的不只是夫君的肉体，而是另有所图啊。本姑娘兼而图之嘛，自己睡，用完了再还给你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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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！哎呀，这普天之下能让老大吃瘪的，看来只有大嫂了。大嫂这次算是扳回了一局，不过该肯定，老大那边肯定想出了反击之策。哎，秦尚城，你别走，你不要生我气了，好不好？中了真言枪，一个时辰之后便会苏醒。你好好休息。秦婚次日你就让我独守空房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，多需要你的。你还跟我说，只要我一摇铃铛，你就会出现，害我白白等了你一整个晚上。大骗子。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忽近忽远，淡淡的眷恋，回忆如烟梦中。你那我听到了，我也一直在你身边。有谁缠绵？那半月光透过窗照在心上，像弦月不圆满，像弦月缺了一半，你在何方？夜太匆忙，太张扬，冰月生霜，夜未央，几盏光，月影将情若寒蝉，你在心上。
我以防万一，提前服了解药。请上场。怎么了？给你送宵夜呀，关门。哦。蓉儿，这是鲔鱼汤。鲔鱼汤？那个老师傅不是？哎呀，怎么能难得倒你的娘子呢？我可是跑遍了整个海市，终于在城南找到了他。快尝尝。是不是儿时的味道？秦上朝，你怎么啦？没什么。只是心里感觉到有点愧疚。嗯，毕竟为夫之前还因为和亲之事在生娘子的气。嗯，反倒是娘子非但不计较我跟公主假扮夫妻，还不辞辛劳地给我送汤，真的是模范好妻子。快喝。好。以温柔为表象，展现出一个完美妻子的大度，实际上却刀锋暗藏，将自己立于道德的不败之地。这御夫第五计笑里藏刀果然奏效，秦尚城已心生愧疚，接下来定会主动提出换做他。哎呀，夫君不必如此愧疚，我们是夫妻嘛，就是应该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呀。蓉儿这般大度，那为夫绝不让蓉儿再受委屈，这就召集大家重新分组。绝不会辜负蓉儿的信任。蓉儿，怎么了？有任何不妥你直说，为夫都听蓉儿的。怎么会？好得很。哎呦，哎呀，现在这个安排甚好。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嘛，模范夫妻。楚风铃就是一小丫头，我怎么会往心里去呢？喝汤。秦大哥，他怎么来了？秦大哥，睡了吗？秦大哥。准备睡了。秦大哥没睡就好，灵儿有一事想向秦大哥请教。秦大哥，灵儿有一事困扰无心睡眠，想着秦大哥江湖阅历丰富，定能替灵儿解惑。说吧，何事？秦大哥，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告诉他吗？英雄所见略同，秦大哥，你来做我的驸马吧。你我相识不过数个时辰，公主便要与我谈婚论嫁？那又怎么了呀？那端木白和蓉姐姐还都不认识就订婚了呢？那能一样吗？本姑娘跟端木白那不过是逢场作戏。我对做驸马并无兴趣。没关系，我自己说出来心里就痛快多了。你今天不喜欢我，我就继续努力，说不定你跟灵儿相处的时间久了就喜欢上我了。谁？耗子。是耗子，我最近屋里来了一群耗子，特别爱偷醋吃，有时候还会爬上我的床。等你走了，我到时候再收拾他。那灵儿就不打扰秦大哥抓耗子了，告辞。等一下，
我有一事要劳烦公主。说吧。没有问题。那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你是第一个敢踹本公主屁股的人。你又说我是耗子。蓉儿这是生气了？切，怎么可能？我只是好奇方才你和公主说了什么而已。明儿你自会知晓。好呀，那侄儿早点休息哦，明天千万别跟你的小公主露馅了。好，那姑姑走的时候记得帮我把门带上。好嘞。怎么还不来呀？你放开我！你不是说距离产生美吗？够了吧？可是我现在觉得零距离更美。别以为你学了几句肉麻的情话我就能原谅你。哼，看我们家蓉儿气的都成小花猫了。安慰安慰你。不要。方才蓉儿说女人说的都是反话。那这回我听懂了吧？切，算你勉强过关。不过我现在可不是什么小花猫，我是没人疼、没人爱、没人要的流浪猫。那我收养你好不好？这个回答他只能算及格分，重新打。哦，我知道。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哪里都是家。蓉儿才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猫，我们是夫唱妇随的馒头蟹夫妇。这才对嘛！蓉儿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不该故意冷落你。这样吧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解决，咱们俩之间没有隔夜仇，好吗？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吧。好，想必娘子今天劳累一天，为夫给你按摩按摩解乏好吗？那我要你捏合谷穴还有按头，谁叫你气得我头疼。好，多依你。别紧啊。玉夫三十六计，诚不欺我也。所以说，这个火虽然是端木白放的，但是东西是有大钱拿走的。这出坚守自盗是你们演给端木白看的。蓉儿如此聪慧，为夫这点雕虫小技自然是瞒不过你。这宝箱中兵器古玩无数，我根本无法判断端木白想要的究竟为何物，所以我便让钱大友偷走了他标记的四号宝箱，以此为饵。那下一步什么安排？这下一步交给张贤、钱大友就行了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情？蓉儿莫非忘了我们还没有婚后蜜月游呢？哦，所以你故意绕到海市就是为了……没错，这便是为夫给你安排的婚后蜜月游。你干嘛？啊！不要！为夫甘之如饴。对了，蓉儿，这个是从樊楼特意买来的如意酥，
听说夫妻之间只要一人一口，寓意婚姻圆满长久。嗯，你怎么给我吃你吃剩的呀？我不要。逗你玩呢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啊，好吃。蓉儿，稍微留一点肚子，一会儿还有更好吃。怎么还有啊，秦校长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养胖了不要我了？那没有，这不我最近表现不好，把蓉儿都气瘦了，自然是要补回来。我不管，反正从现在起我什么都不吃。听说这海蛳有一绝，乃是媚鱼汤，这不吃的人可是会后悔的哦。那我就只喝一小碗。我带你去。走吧。我知道了，秦长城，怪不得你对这里这么熟悉，连特色小吃都知道。你的义父是海市的总把头，所以这里就是你的家乡喽。带你来海市，就是想让你看一看我儿时生长过的地方。小时候，义父每次出海回来，就会给我和义母带一份媚鱼汤。久而久之，这媚鱼汤就成了我记忆中家乡的味道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宝贝。想不到堂堂海盗王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呢。哎，你听听这个，里面还能听到大海的声音。真的有哎，好神奇啊。数字谜语，这个呀，上面每一个数字都有相对对应的文字，小时候我就用这些数字跟小伙伴传递暗语。哦，就像四五就是是我，那五二一就是我爱你。那既然这个数字谜语这么有趣，我们就带走吧，以后就当做我们的夫妻密语。好。这个指南针送给你，免得以后被我宠得找不着北。讨厌，这个指南针好标志哦。还是你眼睛尖，这个指南针和回旋镖是一对，平时看起来别无二致，但如果在一里之内出现回旋镖的话，它就会自动指向回旋镖。云鹤大侠的回旋镖。哦，这哪里是指南针嘛，分明是指南针。那回旋镖呢？回旋镖在搜寻黑龙帮的途中不慎丢失了。啊，好可惜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以后就把这个指南针随时放在身上，说不准还可以找回回旋镖呢。那这个礼物我就收下了。好。小的时候，义母曾经跟我说过，水和万海相连，若是把水泼到人的身上，便能感受到在海上航行的义父对我们的思念和牵挂。所以我经常会和义母玩泼水游戏来打发时间。真的？真的。好你个小骗子，跟为夫都玩套路，接下来看你出什么招，我接着便是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没想到义母的衣服
蓉儿穿也这么合身，那说明我的身材像义母一样好。对了，蓉儿，今天是月中，义母曾说过，如果对着满月许愿会特别灵，蓉儿想不想试一试？好啊，那走吧。义父义母在上，望你们保佑我和秦尚城夫妻同心，永不分离。蓉儿刚才许了什么愿？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哦，那让我猜猜，是不是许了要一生一世陪着我，给我一个温暖的家？是他自己猜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义父义母在上，千万别不灵啊！哎，可惜了这副好皮囊啊！这初次见面便行此大礼，不过这个礼我们倒是受得起的啊！还不快扶我起来！我不想伤及无辜，你可以留下，你麻溜的过来领死。让我领死？就凭你们几个？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说话。姑奶奶我乃京城第一高手，一会儿打得你跪地求饶，受死吧。滚！你敢踢我？六公主，啊，东西都带齐了。放心吧，你看，我都装在这里面了。当当，这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呢，都代表了我们的一段回忆。等十年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挖出来，就可以一起回忆过去了。我的蓉儿还真是用心了。只可惜这个时光盒太小了，空间太有限，我就只挑了几样重要的东西放。那你呢？你打算放什么东西进去？就没了，就这么小的一个瓷瓶啊。正如蓉儿所说，我们的回忆太多，恐怕掘地三尺也放不完，所以呢，我便把桔梗花的种子放入其中。我知道蓉儿喜欢桔梗花，它同样是我们的婚姻见证。十年之后，我、蓉儿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一起将时光盒取出。到时候我们的爱情同样开花结果，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再将桔梗花种下，一起回忆过去，憧憬未来。嗯，算你勉强乖乖吧。哎，那我们这个时光盒埋在哪里啊？我们会挑一个凤凰树，在树底下埋着。凤凰树有着爱情之树之称，象征着我们夫妻比翼双飞。